Eclipse Project， 大家辛苦啦！谢谢大家为《Feeling Love》这首歌曲拍了一支全舞蹈的视频，然后给这首歌曲赋予了更好的意义。然后不好意思，没有办法和你们参加这次的拍摄，但是我的精神和你们一直都在。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《Feeling Love》这首歌啦，拜拜。